球又是李永三进，李永三拿下黎明的第一分，这个斜角射门，哇，今天他非常的有自信啊。西飞被两个人包夹，西飞这球进，哇，西飞这一球斜射，让黎明国小又得到第二分。王子晴把球交给李永三，李永三把球分了出来，李永三这球射门，哦，十一球补进了，十一飞补进了，哇，又是十一飞，哇，今天李永三跟十一飞的搭配真的是非常的有默契啊。哦，李永三接到这球传给十一飞，李永三这球啊，可惜力道稍显弱，施一飞这球射门，哦，进，哇，施一飞连拿了三分啊，许培云这球交给李永三，李永三这球进，哇，李永三拿下了黎明的第五分。蔡宏宇开球，成功国小赖宏宇射中了这球，为成功国小拿下第四分，目前比数9-4，比赛剩最后的22秒，比赛结束，我们恭喜黎明国小以9-46分之差击败了成功国小。